大家好，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港岛劲龙脊。龙脊位处于香港岛东面，被评为亚洲最佳市区远足径，方便易走又易达。简单来讲，即是 CP 值高。事实上呢，在港岛行山的人很少不行龙脊的，正所谓不到龙脊非港岛人嘛。吓、啊，行完啦，落山啦。喂，靓仔，你 hea 拍仲俾 like？ 喂，话明易行易达，咁快落山，我话合理咯。事实上咧，龙脊个山顶只得284米咁高，系大都人嘅一半啫。所以如果你只系志在行山而不在 bikini 咧，其实你啱啱咧就可以转左去巴士站，咁咧两个钟头你其实就行晒成条路，真正嘅快、靓、正。咁當然沙灘咧都係重點之一。話曬香港可以行山又去到沙灘嘅路線咧，始終都唔多。不過佢同大浪西灣嘅分別就係沙灘咧係終點。咁終點又有咩問題呢？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太遲出發咯。好似我咁，天黑曬先去到沙灘，到時仲見到 bikini 嘅話，你自己都驚啦。夜媽媽都唔知道會唔會睇錯。順帶一提，落山咧去到沙灘條路咧都幾悶下，沿途咧都冇風景嘅，咁所以去唔去沙灘咧可以再認真諗下。條片係咁多，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 Joey Walker， 多謝收看，拜拜。